400米偷窥实录。喂，小姐，你俾人偷窥啦！偷窥嘅人同你离400米咁远噶，中招都唔觉啦。啊，你咪生人望紧过嚟啊！唔通我都有粉丝？唔好以为名人先会中招，俾人偷窥随时会变咗人嘅性幻想对象啊！星博士梁伟仪话：影到轮廓已经可以有排谂啦，因为轮廓系性幻想无限伸延嘅起点。哇，仲清楚咗，原来系移近到150米啊！呢啲香艳镜头就系佢嘅杰作啦，接专业镜头成100,000蚊嘅，一般人唔会咁落本啩。原来天文望远镜是偷窥热选嚟噶，因为佢系要嚟影星噶嘛，啲星好暗，咁所以如果你系影人哋嘅窗管咧，理论上咧佢有少少灯光咧，一两支督烛光嘅光度嘅灯光咧都可以影到。咁如果要清楚咁睇人，最远系几多呢？3公里远。喂，仲影对付偷窥，唔通一定要咁？